接下来要恭喜的是英属百慕达商友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Taiwan Branch， 这是该公司第四次获奖。非常感谢 HIA 下举办这样的活动，而友邦人寿第一次是荣获最佳雇主这个殊荣，我想应该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员工一直以来都是友邦人寿最重要的资产，而我们也一直持续的致力于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以及有一个非常明确未来的一个公司。那集团我们在今年特别又推出另外一个活动，是相信更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持续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还有就是带来我们更好的生活给我们的员工，这是我们一直致力的一个目标。而且我想在友邦人寿在亚洲，我们也是致力于创造对当地的经济以及社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那当然我想员工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那我想我们在今年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在商品业绩的成长都得到非常好的肯定，集团也给我们最高的那个肯定。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奖刚好来得非常的及时，让我们再次的证明友邦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我们的员工也非常的应该是非常的荣幸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上班。那我想祝大家身体健康。